你给咱个台阶你就下得了。你看那王老七坐那嘎阴阳怪气一下三七嘎大话干嘛呀，啊，整我呢？这你撂撂他越整越僵啊。那你想咋的啊？想咋的，他必须得到咱家给我赔礼道歉，跪地给我磕仨头，完事把我孙孙子给我送过来，这事就拉倒，否则门都没有。那你要这么说，那赶紧乌龟睡觉吧。干啥呀？做梦呗，梦里啥都有了。梦里啥都有了。